大家跟我讲，对受苦的态度，对受苦的态度，人生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。所以坐在这里的兄弟姐妹们，在这个房间里面的弟兄姐妹，谁从来没有吃过苦的举手？大家都是吃过苦，只有一个，只有牧师和团命没有吃过苦，我拿手讲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受苦，但是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你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？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弟兄们，不要彼此怀怨，免得你们被定罪。看啊，那审判的站在你们前了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忍受苦的人忍耐的榜样。看啊，那忍耐的人，我们以他们为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看见主给他的拣选，明显主甚是慈悲，大有怜悯。我的弟兄们，需要你们是不可歧视，不可指着天歧视，也不可指着地歧视，无论何事都不可喜。你们说话是倒要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陷在罪里面。人呐、啊，在面临身处逼迫或者困苦的时候呢，这些人呐、啊，往往会彼此的埋怨。哎呀，渣灾喽，渣灾，渣灾哇，注意喽，渣灾啊！所以常常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世界的人遇到不如意的事，太衰了，哎呀，稀了，哎呀，苍了。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跟他们一模一样，我告诉你，难怪你生命没有深度。你今天要改变，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反应，感谢主。感谢主，主要在我生命彰显神迹。阿门。这是应该有的态度，不是看到衰的事情、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们就开始怀疑神。为什么？好像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她和我不是啊，我说什么事情？我给车撞了，为什么这样的？我就第一个反应说，你有没有事？死了没有？啊，有什么受伤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的车烂掉。感谢主，你的生命还保留。很正常啊，每一天我们现在的马路路口车又那么多，你出去又回来，如果没有被车撞或者你没有撞人，这是上帝的恩典了。如果你撞到有没有受伤，也是上帝的恩典了。我们为什么不感恩，反而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所以我们态度没有改变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很多的埋怨和怨恨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压力啊，我们会把这个聚起来的怨气啊，向最爱的人发泄。但是雅各还是忠告我们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彼此怨恨，免得受审判。特别是什么？特别是那些在不利的条件下不知足的人，包括你和我。我们虽然受到逼迫，但是我们更要在这个时刻小心，因为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也就是说，每当逼迫的时候，主是最靠近我们的时候。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态度，你遇到逼迫，你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主就站在门口了。有时候神走过，你错过了，你因为在神走过那边，你在那边喊神说：“哎呀，假的，我还是另找别人吧。”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不要埋怨，赞美神。当你开心的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就在门口了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改变你的态度。遇到不好的事情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不要第一个时间我们就埋怨，我们就说不好的事情。反而主告诉你说，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，他也明白我们的冤屈。如果我们现在就因为逼迫而有一些的论断呢，神就不为你伸冤，反而要追讨你论断他人的罪。特别是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不可审判别人，免得我们自己也受审判。然后雅各说，在思念的时候，
缺乏忍耐的第一种表现就是起誓纠缠。哎呀，真白的纠缠，我不做嘞，你娘的！有时候我们是，有时候我们也忘记了。我跟你讲，哎，啊，有时候我也在考，我也在考虑，有时候我也在审查自己讲话。哎，我不拉会啊，我拉会，你是从把刀把你讲成拉狼的啦。哎，我讲讲啊，我讲是讲讲啊，我无拉会啊，现在就要无拉，你是从把你奶子都在拉了啦。作为基督徒啊，你不需要强调说我无拉会。圣经让我们知道，基督徒并不需要指着天、指着地、指着任何人、指着任何物来起誓，因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足够的条件，让认识他的人相信他讲的事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如果你讲话，人家对你有怀疑，对你讲的话半信半疑、摸糖注意，那不是别人的问题，而是你生命表现实在是让人没有办法。相信你，不是，妈在这边播，这边播，这边播，等这边播，我搞一些人出来问，人讲大声，无准细声，无分。所以兄弟们，你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要改变你的方式，特别是你讲话，哎，我大声，说了就算。我常常纳闷，我看到说我们这个70年代的这个人。过了这个70年代，我们死掉，应该80年代、90年代已经没有一个人说话算数了。现在人讲话都是滴答答的，好像常常骗我讲，哎，为什么青年团那么少人，你们邀请人呢？因为我也邀请啊，邀请他们讲很乱的啊，知道了，可是没有来啊，他们不当你一回事，他不感觉怎么样。以前呢、啊，所以说以前呢、啊，我们的年代啊，或者甚至更早年代60年代、50年代，做梦是最爽的。做牧师最容易的，他牧师走进来，哇，大家都很好的，很专心，很爱主了。现在，啊，谁他都不理你。所以这个时代，当牧师是最辛苦而且最愚蠢的，很难的，因为你在跟世界来一个拉锯吧，兄弟们。让你的事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不需要多讲。我搞得够吗？我老是搞得够。你这句话说，我在想，有时候我也在考，我在检查我在讲话。所以我一直在改变，一直在改变。牧师也需要改变啊，牧师也需要在一个思想上、一个态度上的改变。我说 OK， 那我的话讲 yes 一就一，二就二，不要再讲多讲就处理那二字了。第三。